11月23日，据韩国媒体报道，演员朴信惠、崔泰俊将于明年1月22日结婚。朴信惠目前已怀孕，消息一出，引发网友热议。据悉，朴信惠的婚礼将照顾双方的家人，以非公开形式进行。其实，早在2017年开始，朴信惠和崔泰俊就被传出恋情，不过一开始两人都出面否认了恋情。直到2018年，媒体爆出了两人约会的照片，随后两人还被曝光与朴信惠父母见面。面对这些消息，崔泰俊与朴信惠承认恋情，并透露两人从2017年开始交往。如今两人已经低调交往4年，明年即将完婚。提到朴信惠，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，她曾出演过众多影视作品，凭借着不俗的演技深受大家的喜爱，尤其是大热剧继承者们曾在中国掀起了一股韩流热潮。两人于2017年在友人的介绍下相识相恋，恋爱后两人鲜少秀恩爱，十分低调。如今女神终于找到属于自己的真爱，也祝福他们永远幸福，也期待宝宝的降临。